我操！我直接进厕所了，这个咋整？啊？你让我打两拳会死吗？不会呀、啊。真有米，一下就吃两瓶药。他们说我是个恶霸，但我觉得完蛋，完蛋。没死他六刀啊，我们还是好很多啊，好很多。没错了。浪费了。根本不会升六了吧？这就是万豪啊，就1200块钱，怎么出都是打不动的。白给我打，打不动的。这波有点机会，试试看吧，越是越不了，除非下个六级。他也把果子吃了，那更打不了。
犯病了，那能杀？他大了个小兵，我都说了他不是很会玩，都这么难打，他会玩一点，完蛋了。这石头人太离谱了，稍微会玩一点，我已经对不了线了都。就是唯一输的方式他都能找到，哇操，真离谱。我觉得能打，你有技能吗？我来吧。哦，啊，给卡萨丁吧。我突然看卡萨丁复活了，换个英雄我就把他先吃了。卡萨丁的话，我们还是让一下。这对面德拉文怎么突然不动啊？这奇怪，难道是被控制了？肯定是快要打架了，好像打得动一点了，除了黑切，是不是？把卡萨丁送了，这打个毛啊，卖了吧。解封的 TP 干，你真敢打我啊，虚空拳给躲了。快阻止他 ！OK。万豪拆塔速度还是可以的呀，帮忙两拳塔就下掉了。啊，你别急，先晕住 ，Q， 巨型九头蛇，再杀一个 ，A，A，Q，Q，Q， 啊 ，A 不出来，可惜。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 ，ADC 都要被切死了。哎，又能用了，然后用不了。哎，能用了，能用。
哎呦，算了，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能用了，能用了，能用，好了。打断！哇，这一拳给力！直接大，没事，我还有绝手，掩护我一下，兄弟们，这破败装想砍我的。起飞了！哦，收回来，把他抬起来，好样的！算了，我们去大龙吧，配合的有点问题。然后你再弄它又会出来，都这样，你不动它就可以。就你叫破败王啊啊！对不起哥，太坑了。冲，兄弟们！冲的好爽啊！